许阿念，你会开心一些，毕竟他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。在你心底，他应该跟紫金顶的那些女人不一样。阿念是和他们不一样，但他的不一样不是我想娶她的不一样。你跟阿念成婚，既可平息两国纷争。况且，阿念她心地纯粹，但你的心思你也知道，是其他女子绝对不能比的。你考虑过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？你只考虑过阿念，阿念想要嫁给我，在你心里面，反正我已经有那么多的女人了，多一个少一个根本无所谓，对吗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只是觉得。你既然之前可以拉拢那些士族娶那些女子，如今娶了阿念了，阿念哪底比他们差了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当年娶陈荣新月的时候兴高采烈的，你如今娶我妹妹阿念怎么了？为何不情不愿？我几时兴高采烈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你倒是说说看，我怎么兴高采烈了？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，可是当年你娶陈荣新月的时候，浩陵的百姓都在议论，全天下的人都看到你兴高采烈了。小妖，别人都可以这么讲，但你怎么可以呢？苍玄，有本事你明日当着全大荒的来宾还有两国重臣的面前去撒酒疯去。西陵九瑶，我告诉你，每一次娶亲我都很难过，娶陈荣新月那一次我尤其难过，难过到我都恨我自己也恨你。你再撒酒疯我就动手了，我真打了。那些女人我全都不要，我只想苍玄。到底怎么了？以前每一次我都能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是这一次完全不知道。我承认，我的确只考虑了阿念，我没有为你考虑，因为在我心里，我觉得你比较在意的是天下跟朝局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这两枚环佩，王姐喜欢哪一枚？都挺好。那明日婚礼上，王姐想涂哪种颜色的口纸？有朱红、银红、绯红、玫红、海棠红、桃红。都挺好。怎么问什么，王姐都说都挺好。夙愿得偿，高兴。恭喜王姬夙愿得偿。哎，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新娘。那你觉得新娘子应该什么样啊？如果有一天我能嫁给苍玄哥哥，我一定很紧张，
我还会有点害怕，我怕我自己不够美。从配饰首饰到胭脂的颜色，我都要亲自挑选。我会很期待以后和他朝夕相伴的日子。阿念，你高兴吗？我以前觉得，如果有一天我能嫁给苍玄哥哥，我一定欣喜若狂。可是如今夙愿得偿，我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。你若后悔了，父王即刻下旨取消明日的婚礼。现在全大荒都知道，明日我要与西燕王成亲。四世家，浩林四部，中原的大小氏族，西岩的老氏族，都齐聚在武神山。这婚礼哪能是说取消就取消？我是浩灵王，我说能就能，你只要考虑想不想的问题，其他的事情交给父王。君无戏言，父王这样不怕被天下耻笑吗？天下人耻笑，和我女儿一生的幸福相比，不值一提。天下士族齐聚武神山，倒是正好。想来各个士族派出的都是最杰出的子弟，其中肯定有不少优秀男儿，正好可以让你挑选一番，择一个合适的夫婿。这场婚礼不仅仅是我和苍玄的婚礼，还关系着整个大荒的安宁。父王这样说取消就取消，说换人就换人，不怕大荒大乱吗？大荒大乱又如何？朕当年可以平息武王之乱，如今也不会怕。父王，您是最好的父王。阿念，苍玄是帝王，他……我知道，他心里没有我，但是我心里有他。如今嫁给他，虽然没有我曾经期待的那么快乐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嫁给他，我一定一辈子不会快乐。安年，父王，别担心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阿念了。我虽然喜欢苍玄哥哥，但不像从前一样，心里、眼里都是他。我在他心里不是第一重要，同样，他在我心里也不是第一重要。如果要我在他和父王之间做选择，我会选择父王。如果要在浩林百姓和他之间做选择，我会选择浩林百姓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嫁给苍玄了。父王，我明知道苍玄哥哥不想娶我，可我偏要强求嫁给他，因为在他快活和我快活之间，我选择委屈他，让自己快活。父王，你的女儿长大了，我保证，她一定会照顾好自己。如果你真的明日不想举办婚礼，
我们想办法把它取消掉。怎么取消？明日的婚礼全天下都已知晓，上百万大军在两国边境严阵以待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天下大乱。我暂时还没有想好，不过只要是你不愿意的，我就一定支持你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一定有办法能够取消的。你不怕危险吗？不怕，从小到大我们两个就没有太平过。哎，这是几？六啊。你耍我是吧？明日，我会让全天下都看到西燕王兴高采烈的迎娶昊陵王姬。唐玄，我刚才耍酒疯呢，现在我清醒了。事已至此，多一个少一个，的确没什么不同。真的愿意？对。你刚才说你想要什么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帮你实现。我想要。想要什么？我想要。我们都可以平平安安。苍玄，你如今已经是新炎的国主了，以后再是大荒之主，以后没有人再敢伤害你，也没有人再敢伤害我了。是啊，我们已经走到了众山之巅。老规矩，不要跟我说恭喜，不要给我送礼，明日也不要出现在婚礼上。好，不送贺礼，也不去观礼。经受我这一生的风霜。武神山上，你和姑姑最喜欢的是怡清园。我到时候会在陈荣山给你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园子。不用这么麻烦了。景说他的青丘也会帮我造一个怡清园。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随心去远方看看太阳。满目皆悲伤，这些鱼怎么突然一下子跑了？武神山的鱼不许我在这里吧，哥哥。几条小鱼而已，陈荣山都被你收服了，武神山也不在话下。陪我一起吗？当然，陪你一起。你不来，再美的天地都浪迹。
小少九成，凤凰来矣。轩哥哥，心中有你，手盼无你，昨夜有你，明朝无你，雨中有你，水中无你。山河浩渭，梁垣永劫，瓜蝶绵绵，尔昌尔去。得到的也不能弥补失去的。你又犯什么傻？我以为是幻觉，以为你是假的。不过你怎么来了？想来就来了。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西炎王跟昊陵王姬大婚。你知不知道武神山上守了多少侍卫？正是知道西炎王大婚，所以才特意来看看。你可是不像要凑热闹的人。如果只是婚礼，我自然没兴趣来凑这个热闹。什么意思？昊陵王是贤明之君，不可能明知楚军空悬对江山社稷的危害，却迟迟没有立储，除非另有谋划。如今昊陵王又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了西炎王，西炎王又是他亲手教导的徒弟，莫非？莫非什么？莫非昊陵王想把整个昊陵当嫁妆送给西炎苍玄？怎么可能啊，不愧是九头妖啊，开的玩笑都比别人开的大啊。看来我猜对了。九个脑袋确实比一个能想。我哥哥继承了外爷的志向，统一大荒，
收复浩陵后，便会派兵攻打洪江。我原以为浩陵和西岩的战争没几十年难以结束，没想到大荒居然这么快就要同意了。你还要继续跟着洪江吗？天地辽阔，江海浩荡，你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想做吗？天地辽阔，江海浩荡。是啊，你是个九头妖，难道想束缚在命运里吗？你就没有考虑过换一种选择去试一试吗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我知道你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交易的对象，可我对你却有朋友之意。朋友之意，看不着摸不着，我可不敢指望。西岩苍玄若是知道你我心头养着同命蛊，同生同死，可敢杀我？你就是我前置西岩王的妻子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蛊是什么，对吗？是又如何？你既然能帮助苍玄解蛊，把蛊种在自己的身上，那你肯定知道解蛊的方法。你猜猜，我若死了，你能活得了吗？不如反过来问，我若死了，你能活吗？你利用蛊牵制苍玄，难道你就不怕我利用蛊来暗算你吗？你暗算我？我很期待。相柳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柳，婚礼结束了？结束了。我哥哥他还一切顺利吧？一切都顺利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刚刚在海边散步，相柳突然出现了，我刚在问他解蛊的事情。相柳有办法解蛊吗？我猜他有，否则他不可能明知道同生同死还会心甘情愿的种上蛊。可惜他不告诉我。这蛊一日不解，一日难安。相柳号称九命，灵力高超，我跟他之间也是我皮薄肉少命更脆，如果担心的话，也是他应该担心我连累他。我说错了，我说错了，我这个人啊，皮糙肉厚，命硬得很，一定会活到千秋万岁，活成一个老妖怪的。别担心了，我最近在研习医术，修撰医书，既然相柳能够解蛊，我也一定能够解，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而已。你说的对，一定会找到办法。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是不是来过？嗯。涂山族长，当时在这个地方，
是我生平第一次献吻，结果你居然拒绝了。是在下不识好歹，妄自菲薄。既然你现在识好歹了，那就不许妄自菲薄了。这一次，不许躲。朕自壮年登基，业已数百年，而今残光暮景，身心交病，然国事繁重，朕深知身体难以为继，若空占高位于国无益，恐愧对列祖列宗、黎民百姓。今有贤君可堪大任，朕决定禅位于他。不知陛下属于哪位宗室子弟啊？不是昊陵宗室子弟，是西岩苍玄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西岩苍玄乃是西岩国君，陛下禅位于他，岂不是把我昊陵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西岩？请陛下三思，收回成命。请陛下三思，收回成命。八荒六合本是一体，陛下能以天下太平为重，万民安居为重，放下王位让八荒统一，如此心怀非常人能及。臣与麾下将士谨遵陛下之命。臣谨遵陛下之命。好，青龙、西河二部可有异议？臣与青龙不足，遵陛下之命。
臣与西河不足，遵陛下之命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宣旨。陛下圣谕，朕闻王命不归于常，违归于德，天心人事，选贤举能，尽四海而乐推，非一人而独有。西延之君苍玄，瑞圣自天，英华独秀。朕今日训于别宫，禅位于之，钦此。太宗和陛下未动兵戈，未扰苍生，就统一了大荒，真是可喜可贺啊。如今高兴太早了。苍玄只是名义上统一了号令，号令不足，不会心悦诚服。听闻反对苍玄继位的朝臣不在少数，虽然都被昊陵王的威势压了下去，但肯定会处处阻拦。苍玄想要彻底的掌控昊陵，并非易事。太尊不必担心，以陛下的贤明才干，定然会让昊陵朝臣心悦诚服。是啊，我也相信苍玄能做到，毕竟我花费了几百年的心机，也没能让中原氏族真正的归顺于我，苍玄却在不到百年间做到了。自西延苍玄继位以来，励精图治，勤政爱民，对支持他继位的入收、秦莽等人视作股肱，委以重任，对反对他继位的良臣以礼相待，从谏如流，对以乱谋利、别有用心的奸佞霹雳手段雷霆镇压，禅位风波逐渐平息。在西延苍玄的治理下，纲纪四方，吏治清明，昊陵繁荣昌盛，上下无不臣服。至此，昊陵、西延真正统一，尊西延苍玄为大荒之主。父王身体如何？已无大碍，可若想完全康复，还要静心修养。让父王操劳了。苍玄，我想问你讨要一件东西。不管是什么，只要父王要，拿去就好。我想要西延山。父王，不必如此。父王，你为什么想要西延山？如今大局已定，我想离开武神山，移居西延山。为什么？父王不想一国二君，想断了所有臣子的后路，让所有人只认苍玄为君。还有一重我的思念。西延山乃是西延王族的发源地，对西延国意义非凡。我能入主，是向天下表明，我和太尊地位相同。昊陵绝不是亡国而降。父王，实不必如此。武神山和西延山的气候截然不同，您不见得能适应。陈荣山和西延山的气候也截然不同，你祖父不也住得好好的吗？我听闻他的身体
比在西岩山时养得更好。父王，你怎么舍得离开武神山？武神山上唯一让我舍不得的就是你。我累了，想换一种活法，不想再待在这宫殿里了。你母亲会留下来陪你，就算苍玄不在时，你也不是一个人。苍玄，你愿意把西岩山给我吗？当然愿意，只是父王，养好了身体再走吧。留在这里，有些事情就算不想管也会入耳，反而无法静心修养。若是可以，我想尽快离开。父王，我陪您一起回西岩山吧，正好可以帮你调理身体。有姐姐陪着父王回去，我就放心多了。父王放心，我定会尽快安排。父王是一名好君王，这一生我不是一个好的儿子，不是一个好的兄弟朋友，不是一个好的丈夫，但我的确是一位好君王，还是一名好父亲。我跟阿念心中最好的父亲。臣拜见王后娘娘。你来做什么？娘娘还在为浩林王后的事情生气。臣没有事先知会娘娘是臣的不是，臣特意来给娘娘请罪。请罪？赤水大人为陛下迎娶浩林王姬可是立下了大功，如今在朝中威名赫赫，你来请罪，本宫可担当不起。娘娘，西岩浩林两大王族联姻，两国化干戈为玉帛，避免了一场可能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战，黎民苍生都会感念娘娘。够了，你的这些大道理拿去朝堂上说吧，我不是你的同僚下属，我是你异母同胞的亲妹妹。心月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浩林王后常居武神山，你压根见不到她，她与你的地位没有丝毫影响。为了我好，你和父亲为了你们所谓的世俗利益，为了你们自己的高官厚禄，又一次牺牲了我。惺惺作态，虚伪至极。你心中有怨气骂我就行了，不要扯上父亲。我当初就提醒过你，陛下心中装的是整个天下，你若要一心一意的情郎就不要嫁给陛下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不是我和父亲逼你做的王后。若没有我和父亲，凭你的任性和自私能做我后位？你给我滚！
我以后再也不用你们操心。今日起，每顿饭给大家加一分肉。军师又成不倒娘师了，我替大伙儿谢谢军师。3、4、5、6。你说我们的坚持有意义吗？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背负我这一身的流光，不乱不慌，不悲不伤，竟然洪荒没有你的目光，只剩下空荡。经受我这一生的风霜，不争不抢，不是不忘，静目骄阳，没有你的阳光，空气只留下热浪，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随心去远方，看看太阳，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上扬，等你对影一弯夜光，来世写风雨，去世带走了四季，你不在，再好的风景皆无力，开始汹涌来袭，后来绝尘而去，你不来，再美的天地都浪迹。